节获得最佳女演员有什么样的感受？高兴啊，开心啊，很高兴啊，也很开心啊，因为我们这一次的巨齿鲨非常符合我们中美电影节，因为这一次巨齿鲨在全球范围内取得的票房成绩真的是让中美合拍片彻彻底底的扬眉吐气了一把。那么一直以来中美合拍片的那个票房成绩呢都是大家诟病的，那么这一次巨齿鲨确实是表现突出所以这一次特别跑来美国来领这个中美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我也是特别的高兴。What's that? There's a monster outside. 你认为巨齿鲨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巨齿鲨取得的成功，我们迷信一点说法，一个电影有一个电影的命。那我觉得巨齿鲨能够取得成功，真的就是做到了一个天时地利人和，都是在最佳的一个时间让这个组合碰在一起。这个小说其实写出来是在1997年，那么这个故事也是在迪士尼待了很久，但是一直没有被拿出来，因为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很残暴的很血腥的场面，这不属于迪士尼的风格。那么到后来时至今日走到今天，那么被姜伟先生拿到这个剧本，拿到这个题材，又找到了华纳兄弟一起去合作做这个电影，最终又找到了我们三方一起把这个电影拍出来的时候，其实这个中间的艰辛与过程是大家不知道的，但是最终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碰上了，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种呈现。那么这个电影呢也是这么多年来其实中美合拍片一直是有的，那么在这些合拍片的，我相信这些合拍片也让我们这部电影的创作者和那个 producer 都关注到了，那么中美合拍片不仅仅是说因为是中美合拍片就很尴尬的或者是很刻意的去讨好中国观众，让中国观众接受，可是中国观众并不是小儿科也并不是小学生，我们一直都很接受就是西方大片，我们可以接受来自全世界的各种电影的文化，那么如果你要是很刻意而为之的话，未免就是太小看中国观众的智商了。那么在这个电影当中呢，我们无论是在人物结构上，那然后在情感结构上，在价值观上，都是能够做到中国观众和美国观众以及全球观众共同接受，大家都可以 connected 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体系里面，所以这个电影在这些方面其实都做到了，可以说是恰到好处，但不是完美的，也有一些瑕疵。比如说你看电影里面我跟我父亲就是生死离别的那一场戏，其实那场戏那么在这个就是西方的编剧的思想里面，他们用的是西方的语言去描述这对妇女在最后的离别的时候的这种情感的爆发，以及把多年来这种情感孕育在心里面的这种他需要那样的一个表达方式，但是如果用中文说出来他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这场戏的时候，我曾经跟导演建议过，我说我们不可以这样表达，因为这个不是中国人的表达方式，如果真的要这样表达的话，就是特别你会觉得很尬，就会觉得很不大对，然后又特别有点就像那个好多那个煽情电视剧似的，就是这种。所以我们当时也是哎呀做了这种两种文化的各种各相互退让，最终是达到这样的一个呈现，但是绝不是一个最完美的呈现，我认为是可以更好的，但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当时沟通的其实并不是特别到位。我也很大胆的说出来，就是电影当中的就是我也感到不是很满意的瑕疵的部分。
bigger than we ever thought possible. How big is that thing? It was the largest shark that ever existed. A living fossil. Thought to have been extinct for over 2 million years. Wrong. 您觉得除了语言外呢，中国演员进入好莱坞需要克服的困难还有哪些呢？语言以外，这肯定语言就是一个最大的关口了，就是语言。哎，语言说出来就是一个说话的能力嘛，所以说一个人起码要具备一个说话的能力，所以不管你是演员也好，你还是你到美国来打工也好，你都起码得会说话，所以其实语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另外我觉得国际性也很重要，那么它可能需要你具有一个很国际性的这种宏观的观点，以至于你的这个观念，还有就是这种你的思维方式，那它会指导你的这种，甚至指导你的这个认知，包括你的价值观、你的肢体语言等等，所有的东西都需要你具备一个国际性。作为我而言，我作为一个演员，我是一个对自己怎么想的一个人呢？我对自己的要求，起码的一个要求就是 you have to be ready， 就是你必须要是准备好的。那么当机会来的时候，你可以去面对，可以去 take this job。然后呢，那么比如说从第一次拍摄和到今天拍摄，那对我来说绝对是天壤之别。那个差距，从我一开始对英文的掌握能力，首先是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说，如果我第一次拍这个合拍片的时候，我认为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英文，你根本就不理解这个语言，你说到哪儿了你脑子都跟不上，完全就是一个背，然后心里去理解这个东西，那种尴尬和忐忑，只有就是我作为表演者我知道我自己当时的这个状态。所以其实这是从语言上，但是其实从工作的角度上来讲，你跟这个整个的这种国际制作的体系的融合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需要去水土符合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其实在过去的这10年里，我有幸拍了这么大概5-6部吧这个国际制作，那么对每一部对我来说都是一次 training， 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它在不同的电影里面训练了我。咱们可以说一下功夫之王，那么你是我第一次，它是那么的陌生又那么的充满吸引力，对我来说又是那么的好奇，我可以有兴趣参与这样一个片子，然后这个影片会在全球范围内放映，它对我来讲是非常好奇的，而且是用第二个语言。我可能原本的想说第二种语言应该是特别 easy 的事情吧，就背呗，但其实完全不仅仅只是背。然后接下来的雪花迷山是一个纯文艺片，然后《生化危机》那是一个纯美国片，那个不是个合拍片。然后再到《变形金刚》，又是一个纯美国片。我其实成长到《变形金刚》的时候，我已经长了一点点羽毛和能力，敢和导演去要求改剧本、改戏份，甚至跟他去 argue， 去怎么样加强一个人物的它真正的功能性在这个电影里面。所以你是可以感受到自己一步一步戏的这种进步，以及每一部戏给自己的这种训练。That thing's out there. You need to find it and kill it. Why don't you just put a tracker on it? Did you guys ever watch Shark Week?